主料面条半碗，鸡蛋一个，辅料豆瓣酱、青豆、杏鲍菇、胡萝卜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面条下锅煮到硬邦邦，不的就捞出盛出来，立马放到凉水里过一遍，以免粘一起不好拌。香菇胡萝卜下锅，加入少量老姜鸡蛋炒碎，起锅装盘。这是把菜铺在上面的，我们家都更爱拌着吃。烹饪技巧五，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